你看了腰摆，这也是偶像的呀、啊。你看是四岁吗？你要看的是学谁呀、啊？对不对？这样是四岁应该有的表现吗？两颗爆裂，瞬间一起爆裂，可是你的被我打飞了。你的还爆裂？好，拿出来，拿出来，换你要哪一个？我这个。好。可是这样我这个就不行用了。可以啊，我的是波动三头犬啊，要给你爆裂啊！一、二。把你一全部都已经爆裂了，耶、yeah, ！我赢了。你看见我这个吗？是我最强。你看见我这个吗？好。我这次用变形魔族。不是。改造型的暴风巨神。才不是。它下面是万象宙斯。有幻象宙斯的轮盘改造的暴风巨神非常稳定，我抵挡住了波动三头犬的攻击，而且非常稳定，超级稳定的。哇，从它的上方看它的战斗，哇，超稳定的啦！你可以借我这个吗？你可以借我这个吗？好，你输定了。